夏威夷果熬紧卖，这一包是250克，然后给大家发4包。它每一个里都是带开口器的，这个就是很轻易打开。今年的那个夏威夷果都涨价了，姐妹们，趁着现在这个没涨价，你就抓紧囤两单回去尝一尝，到手2斤40多啊，真的挺合适。看，个个都是颗粒饱满，嗯，吃到嘴里特别的酥脆，没有瘦桃的味道，没有阁楼味儿，放心吃。过年磕腻了那种瓜子什么的，来一个这个坚果挺好的，嗯，看，肉厚，嗯。酥酥脆脆，可香了，不油不腻啊！这果肉是真大呀，哈，品质真的好。我们这块坚果啊，夏威夷果都涨到70多了，它这个一直都没涨价，40多给大家发2斤啊，亲们，真的挺合适，到手一共4包，哈，果肉都老大了，特别的酥脆，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。这个是3包的量啊，然后一共给大家发4包，马上过年了，带上一份回去尝一尝啊。